这个部分劳动部跟劳动力发展署都非常重视，目前也有部里面来提高层级进行相关的调查工作。那我们预计整个调查结束之后再对外一次来做报告说明。目前最新的进度是到，因为目前已经展开个别的一个约谈的一个工作，那从这个礼拜会陆续完成三场次，那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一个调查工作会进行。有预计最快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吗？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外界都很关注。因为依照之前的这个规划，我们完成这个相关的调查约谈工作，那看整个结果是不是还有需要补充其他的程序再进行。那目前预计是大概7到10天以后会有一个调查的结论出来。